收到你的电话，没想过多年后我们再联络。你说 How have you been，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，怕谁也惹了我们的回忆，随着电话铃声响起。想在这上，形容有你的那个朱砂。
我们的故事真的